如果我想要养他，他的个性是什么？哦，哎，私底下啊，他说，哎，小快了，越来越快了。我刚刚读他的唇语啊。哦，哎，我不是说这个怕记者朋友太等太久，是因为我穿这一身很热哟。啊，真的哟。所以我赶时间哟。哎，他说呢，他其实私底下不要看他的外表，他很好相处，很可爱，很善良，而且你知道吗？他的好朋友是徐娇，哦，周星驰的干女儿。对，那一个很厉害。从小呢，他为了救徐娇，那地震啊，墙壁倒下来，快压到徐娇，他过去救他，结果被那个石头砸到头。你看啊，他这个额头这边有一道疤油，哦，就是为了挡他的。这个哈利波特是为徐娇留下来的。对，哈利波特，哈利波特，哈利波特。结果从此以后呢，他们两个情同兄妹。哦，哎，所以他到这个职棒去打球的时候，那个徐娇就跟你一样，拿个鞭子在旁边跟他是好朋友。哎。那经纪人，你知道他这次在那个台湾的中文宣传曲是谁唱的吗？嗯，是是是，我这不用问他，这我自己知道呢哦。啊，为什么？你连问都不问了？啊，对，因为我跟你讲，他这次来台湾，这个带来王牌巨星，这个他的传记啊，哇，我跟你讲，台湾有一个很棒的艺人呐，叫做周杰伦，他又能够编曲写曲。中文的主题曲是周杰伦写的。啊，不是，我说周杰伦也写不出这样的歌哟。周杰伦也写不出来。对对对。所以他们请了一个叫唐崇盛的哦，哎，你会看你不是中文字是谁？中文这边有哈，哎，电影中文宣传曲哈，唐崇盛演唱的哟，有，这是他刚刚故意问的啦，阿喜阿喜，他到底我们要演多久？他到底要用多久？他就已经不是很热，这个很厉害，这样子很能穿的。连周杰伦他们也写不出来，还有罗志祥他们也，那这首歌是啊，怎么了？崇哥。你要演多久？我们媒体有点累了。你们看得出我是虫虫？还蛮明显。我告诉你，你脱掉衣服，我都认得出来你是虫虫。骗人！我不相信。来，我脱给你。我不想脱。我跟你说，连化成灰我也认得出来，还是你现在化成灰，你现在化成灰。我还是穿好衣服好了。对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是虫虫啊。因为今天呢，其实我这位媒体记者大哥大姐好，这个我今天呢其实是以这个他的粉丝的立场来出席的。嗯，因为你们知道，在我个人超级爱棒球啊。我知道你有一个很厉害的棒球队。对啊，我跟孙协志他们嘛，协志跟他们一起做这个以前叫 J Star， 现在叫做 Sun Star 太阳之星。那我们其实，在棒球队其实有经常来做这个公益棒球比赛啊。那这次哈，我们这个热爱棒球，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组棒球队。真的，好热血哦！我国中的时候还找同学。你有很厉害吗？哎呦，开玩笑！我跟你讲，我过去在比赛，我们去年公益棒球赛，整个比赛里面有两局啊，如果没有我的话，那两局真的不能看。哦，真的啊？真的啊！哎，阿喜，棒球有几局？是九局。对，九局啊，九局。可是你为什么只上去两局啊？因为我只有打两局而已啊。两局，所以你是后补球员，这样也很重要。不是，不能讲后补，球员名分大小，就是后补，我知道。我是王牌后补球员，你不用加后补了。对，我是那两那我跟你讲，那两局我一上场都是我的镜头，有没有？有人打击出来之后，我手然后没有接到，他还一直重播我那个吊球滑倒，吊球。难怪。然后我打击出去跑了，也被刺杀在前面，然后刺杀，重播三次，有没有？哇，都是我的镜头。对啦，因为真的打球做公益是好玩，但是我们 Mr. Go 八月九号即将让台湾的朋友，你们看到前所未有的精彩的球赛，而且他呢什么球都打得到。刚刚我们琪琪有讲，滚地球，连滚地球都打全垒打，你看这个恐不恐怖？对，在座有人看过这种超级球员吗？没有吗？八月九号就看得到了。对，所以我想我今天以他的粉丝的身份，然后以我已经圆梦，我有参加棒球队的立场，来推荐大家说，哎呦。而且你真的很值得要来推荐，因为我们听说就是这个呢 ，Mr. Go 很多女神呢都已经是他的粉丝了，像我们的这个舒淇啊，还有呢 Angelababy 啊，还有呢我们少女时代的泰妍，都抢着帮他做这个中文以及韩文的这个《拜》的这一首歌的主题曲。对，而且怀疑嘛，我们少女时代要 PK 我们的胖男时代 Go， 对不对？我虽然是瘦子，但我写这首主题曲叫《胖男时代》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哦，他身形胖胖的。我是要鼓励在座很多那个体重比较胖一点的哈，就不要自卑。各位要想象出你身材好的时候，你体重重，你比人家看起来稳重。哦，稳重，肉多，可爱，看起来可爱，有亲和力，给女生有安全感。好，有没有看到一个胖的女生，自然而然就想靠过，就会想靠过来。哎，我你其实有鞭子，你可以适时的利用。